设集合 A 有元素1,2,3,4,5,6,7,8 经由 A 中同时取出两数相乘其积为偶数的几率。首先我们先分成奇数有四个，偶数也有四个，那要出现相乘出现偶数的话，奇数乘以偶数，另外就是偶数乘以偶数，奇数乘以偶数的话，奇数取一乘以奇数取一，所以16个，偶数乘以偶数的话，奇数取2，所以有6个，所以合起来16+6=22，这是分子的部分。那分母的部分，8个数字取两个数字出来，等于28/22，等于14/11，所以我们的答案是14/11。